寒流来啊，啊，所以给你穿哦，但你拢穿了少少。送来温暖毛衣，穿上后还要关心合不合身。于先生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小套房，双脚因为糖尿病感染变形。现在骨头已经没了。越来越严重的病情，志工反复思索着怎么帮助，让于先生好安心。大家很用心的咧，尽心尽力咧斗用啊！即摆要开刀啊，要就医创伤，这种是时间到帮忙。另外，这位陈女士双脚因为伤口照顾不良，又红又肿，还害怕就医。志工详细了解。姐妹俩相依为命，靠资源回收为生。志工总是早一步想到他们的需要。感恩啊！阿弟，你感恩啥？感谢大爱感恩科技捐赠了毛衣，依照我们社区需要的数量200件，我们送达到全台南区有需要的案家，一一走访，细细叮咛，一件暖衣传递关怀，也送上无限祝福。大爱新闻潘春、张瑞平台南报道。